易大哥，你有没有觉得跑场跑得很过瘾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赚钱赚的也讲真的，荷包满满。啊，你那跑场的给一张的钱呀、啊，对哦，而且就跑对门多方便、哎哦哎。我们还要跑西门町，还要爬楼梯啦。你那跑一趟，那这不拢吓唬我吧啦？好嗨呀、啊！正妹熊海玲。拜托，那个制作单位阿伯卖叫这款的来啊！啊，敢那看的拢老皮康费安尼吼，最近在咧欠费啊！啊，我的心在安尼，恁大家满意无啦？哦，水啊！你看话遐大声，你也看嘛？恁两个都等于鬼算盘，讲好好好，可以哦，你莫看。可是你今天是单枪匹马来吗？没有，我以为你那么好大的胆子。没有，他来也是能撑场面啊。我跟你讲哦，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，是绝世的美女。你已经够美了，身材够好，还有比你更好啊？没有啦，赶快把她介绍出来。真的，可是这里边录音都拍谁？一共亚萍姐在，一拍谁来了？对，拍谁啊？你好，你赶快介绍出来，因为他喜欢你呢。亚萍姐今天没来，今天没来。哎呀。哎，阿哥请转，有一个通关密语，只要大家一喊呢，大家就会到于大哥的面前聚集，自动贴上去就对。对，真的。那到底通关密语是什么？于大哥要请，欢迎上求职。于大哥，哇！阿芝，阿芝啦，绝世大美女，怕了你哦。你是不是请客？请客慢点，你哪样那些公牛咩？点两话请客才要出来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以前我来怎样讲，跟于大哥同党吼，一同做伙，我拢喊阮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拢撮撮去。因为收工的时阵吼，伊就来哦，我请，拢我请哦。规家伙拢你请大爱啦。那我知道今天要来碰于大哥啊，哈，我也是把我的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、弟弟妹妹都带来，哎，拢起来哦，阿姐阿姐，拜托吼，我最近经济唔是介好吼。你阿伯呀，咪家己来着，唔通规家伙拢带来。啊就你等啊，无后台啦，去后台等吼。迄对来讲细条的啦。细条是无唔对，但是恁若侪人食，我那会吞倒落呢。开玩笑。人家阿芝姐难得来，她是因为想念你啊。对啦，我知影，哎，好久不见了。对呀。身材还是安尼，你也看来。你看，是不是我们两个都是美女，不一样的绝世大美女。可是真的，今天要来上这个节目哈，哇，顾了刚拢无困呢，拢做噩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是怕于大哥吗？不是，我怎么会？很久没看到他，我很想念他，一定要来。那你干嘛做噩梦？可是因为哈，综艺节目嘛哈，难免拢爱唱歌，唱歌这项代志对我来讲是足困难的，你知无？我足惊唱歌的。我跟你无讲的，我哪知影讲真正，唔知影要唱歌，我迄讲就足好困的。都不会做噩梦。哎呦，你不会做噩梦，一般你唱了之后，观众回去就做噩梦啦。哎呀，太痛了，因为够只喊。对啊，你问大家观众朋友就知啊，哎呀，等于拢好气气叫，惊到要死。敢有？难道的朋友敢有？无，没有。卖讲好听话啦。所以吼，你跟我无讲啦，我就足惊唱歌的。可是我因为我跟你讲，阿芝吼。讲作秀的时候，我就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可能也是公开的秘密。他都是人家代唱。你今晚啥？你搞闹鬼？对啊，你那个讲讲出来，卡在坑我久啊，你都不爱讲不会啊，上次阿芝姐你来我们节目，你唱得很好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哦，有，因只有美女型的哦，卡在这些秀场哦，啊，拢我家己好，拢穿一顶挂大顶的。伴舞啦，舞裙啦，啊，合音拢家己扎呢啦。对哦，熊海玲，你大概舞裙大概带四个吧？啊，我都是四个舞裙，大概是两个合音。他都跟人家相反，他是怎样？他是四个合音，两个舞裙呢。我是耍合唱团。等一下，不是，合音应该最多就三个三部曲啊。啊，有合音你们知啊？一个吼爱负责主音呐，三部合音安尼啦，怎样？请假，选公来告这个老大哥的节目哈，请假一直搞到闹亏。哇，那个其实也是以前秀场时代，嘿无要紧啦，嘿较早代志嘛无秀场啊。太可爱了，阿芝姐哦，她很风趣，她人长得漂亮，啊有智慧，可是哈一恭维就喝酒就幽默，一作为代志嘛都少一根筋呐，回家亏也很困去。
你看代志你会记吗？怎么会不记得？开车开到困去。对啊，赶场啦，一关场。我们以前赶场嘛，譬如说我那一场是在高雄蓝宝石，对。但是我要回来台北淡水拍戏，所以下秀啦哈，稍微梳洗一下就开车回来，然后到了那个要到快到淡水之前，那时候我记得是早起七点，啊停着红绿灯啊，我想说啊，对，马上要搞哈，就放轻松。停红绿灯停在遐阵啊，困去你哪会知？阿姨拄只有听我讲困去啊，你拄只敢无伫咧？你知道我眼睛在张开的时候是几点？你知无？高点。哈？怎么可能？我的生命当中就浪费了两个钟头流失掉。他一边开车睡着啊，可以，这个可以安全可以睡两个小时。啊，没有人敢，没人敢去弄门啊，无警察来啊，你哦。我就空白啊，一直困啊，太扯了吧？你怎么呀？以前我们做秀真的很可怜。于大哥不晓得，他天王，他都是主秀，我们还要赶场。我们赶场，我们赚的又少。于大哥一场五万呐，你们我不够五千，我们能一个五千，我加起来，我两千哦。在台北我也是跑啊。太管了，他们两个有赶秀，我了解。可是你是主秀，你怎么赶呢？有啦，啊，你得上远的，就无法度人赶啊。对。啊，所以我就有一摆真正跑场的嘿啊，拄啊港楼吼，啊拄啊这楼啊对面。会看迄舞台，拢看会到安尼。你是说同一层？同一层楼啊。然后分两边。这边我会记得是贺一翔，啊，迄边陈金佩在主持。啊，这边若看我差不多唱要煞，啊，迄边就搁探头哪看一下呢？我看他煞了，哎，我们掌声欢迎于天，我就用照了。真正跑场啊，你。走去对面的地方。真正跑场啊！哦，太有趣了。可是以前于大哥，你有没有觉得跑场跑得很过瘾？啊，对呀，对。啊，赚钱赚的也讲真的，荷包满满。啊，你那跑场的给一张的钱啊。对哦。而且就跑对门，多方便。哦，我们还要跑西门町，还要爬楼梯啦。你那跑一趟，那这不拢嫁祸别人。你讲安尼对唔对？重视嘛，啊！你要嫁富啊，人重视嘛，要有收入才有法度人嫁富啊。无你干那对唔对？嘿啊，无你干卖宝嘛，无人无遐好嫁，对唔对？嘿啊。哎，你卖卖别个安尼登去红咩事？陪你唱啊！啊，两个故事拢讲了，应该给你无代志啊啦。可以回家了哈，来去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哎，阿芝还没有唱歌的。有啦，刚刚不是唱了。啊，你唱完，你别这闭的后边那，或者对唔对？干咩个唱？他可以唱吗？为了你今天来，你看我们合音特别，我们平常录影是不平常我上次来没有合音哎。没有没有合音，那就是就因为他来，我们特别黑呀。哎，你刚刚听没有阿芝姐唱？唱就唱就来。顶个一来一首歌唱没了呢，十分钟拢无法多唱了。我唱歌，我唱歌头，一定爱我唱歌头。直接搞老亏，合音在嘛？哎呀，你有把握不？有啦。你有把握不？你猛力的，等一下，那个导播，待会那个合音的那个麦克风给他关掉哈。不可以，关掉哦，真的要关掉哦。小孩，你不要害他了。你现在我跟你讲，平常在秀场哦，是只有大概上千人看而已。今天我们这个播出是都上百万人看的，人家真的哈，人家百万人跟着看的，别让别人闹鬼，对不对？那待会那个何音老师那个主音很好唱哦，阿芝姐要唱歌喽啊！啊，你们二部就不用唱了哈，就直接两个一起帮他唱主音啦。哎呀，你啊，大家拢讲安尼，还拢紧张的。我都甲望啊，手冰冰的。干嘛呀？于大哥，哦，真的好冰哦。冰冰的，你真的很害怕的。好怕。啊，不，我你紧啦，看要跟熊海玲姐一起唱还是跟我唱？啊，真正要有人登去做噩梦。哎，你会讲些什么话呢？你卖害人啊！你等下就下观众朋友真正做噩梦。好啦，算你嘛巧，你也叫我唱，就请黑跳油多啊。加油一下，好好啊，表现的卖害人，讲安尼绕开绕搭，对不对？